那岂止是拿得出手啊，那简直就是不敢拿出手啊！一拿出手，那就是迷倒一大片对呀，啊！啊，逛大还得表面对着你们俩。哎哎，你别说，夏东海，咱小雪是真上相啊，绝对啊，光彩照人呐，大明星似的。哎，谁给照的？我们杂志社老李啊，专业的。哎，照完了之后，直命跟我说，哎，你们家小雪挺厉害的，特上相，绝对应该演戏去。哎，这一张长得特别像我们班那宁丹林。得了吧，你们班哪有女生长得这么漂亮，都没长开呢。那么巧，我倒觉得这张啊有点像章子怡，这张有点像张曼玉。真的，章子怡和张曼玉长得一点都不一样。得了吧，那俩长得多像啊，就跟姐妹似的。你什么不懂？什么像啊？他们俩唯一像的就是都姓张。妈，那您露怯了，一个立早张，一工长张。工长张，立早张。小姐，听见没有？我夸你呢，你呀、啊、能跟国际接轨，真的。我说那俩人全都是国际大明星啊。那行，那我就靠这几张照片走向国际了。啊？走向国际？走向国际？哦，对了，我还没问你，你拍这照片准备干嘛用啊？做简历呀。啊，你就把这照片搁简历上？怎么了？现在都讲究推销自己、包装自己呢。哦，对，越漂亮的，越能卖出个好价钱。对，越能卖出个好价钱。去，多难听啊！哎，小雪，你准备往哪儿推销你自个儿？我准备去一家跨国大公司应聘。哎，咱不是已经都商量好了吗？你先在家好好复习功课，先考大学，等大学毕业以后再找工作。我说过吗？我怎么不记得了？哎，不带不记得的啊！自个儿说的话，我发现呀、啊，他越来越像他老婆了。什么呀？我根本就没说过，那是你们说的。再说了，我就算回学校，我也不能这么回去，多没面子呀！那你觉得怎么才算有面子？我怎么着也得先创出一番大事业再回去啊。哦，大事业，那你所谓的大事业是什么样的？我听听。我说爸，您能别老像老母鸡似的捂着我，管着我行不行啊？我长大了，我该起飞了，您就甭管了。不是，对，您就让他出去展展翅，练练嗓子呗，鼓鼓哒。那你能先跟我说说这公司是干嘛的吗？适合你吗？挺适合我的，道森医疗器械公司，您没听说过呀？在国际上都特有名，他们的总公司啊在瑞士，世界各地都有分公司，就咱们北京这一家分公司，现在就在招上百人呢。哦。那听起来这公司很不错呀。哎，他们公司招的员工都是高中毕业生啊？啊，那倒不是，听说他们公司的 CEO 是哈佛毕业，各部门的负责人呢都是名牌大学的高材生。虽然我是高中毕业吧，但是我相信他们要是不请我，就是有眼无珠。哎，那我能问一下你在那公司里边干什么吗？我干什么不行啊？哎，你说咱家小雪啊，一没工作经验，二没学历，非要到人家跨国国际大公司去应聘去，这不明摆着要碰壁去吗？碰壁就对了，就让他碰壁，多碰几次他就该清醒了，就知道自己到底几斤几两了。他不是还想当鹰的吗？还要站在山顶上起飞，你就让他飞，让他满世界飞去。让他飞？飞掉下来怎么办呢？就该摔摔他，谁让他不撞南墙不回头呢？就这孩子，别说撞南墙了，他撞哪面墙他也不回头，他撞完南墙就撞北墙，撞北墙撞西墙、东墙，哪面墙他都不带放过的。他。呦呦呦，进来怎么敲门呢？
小雨，你觉得我戴着眼镜怎么样啊？哟，你近视了？没有。那也不可能花眼啊。这是平光镜，你不觉得我戴着眼镜显得更斯文、更成熟吗？哎呦，我看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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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喂，你戴上眼镜，就像文化人了。嗯，你什么意思呀？那你那意思说我过去没文化呀？嗯。哦，我不是那意思，我不是那意思。你过去也有文化，对，只不过你过去的文化全都埋藏在你的肚子里和你的大脑里了。你看你现在一戴眼镜，你的文化全都摆在脸上了。哎，你们俩觉得我会被聘上的可能性有多大呀？大，很大，太大了，真的。就凭你啊，人家老板一看，斯文，对，文化，对，大方，对，靠谱。哎，你们说我面试的时候他们会问我什么呀？最重要的一点，他们肯定问你，夏雪小姐，你觉得你一个月的工资应该是多少呢？我要求并不高，一个月两三千。啊？哎呦娘啊！夏雪小姐，请您离我远一点。哎呦，两三千啊啊！人家那可是跨国大公司，外企啊，您呢？您上人家那儿看大门接电话去了呢？太低了。人家在华价800，瞎了，一个月你连自己都养不活，你还怎么给我们两个人买礼物啊？是是，我为什么非得给你们俩买礼物啊？嘿，因为我们俩是你的穷弟弟。对啊。那倒是啊。那好吧，等我上了班挣了工资，你们俩想要什么直接跟我说，一句话。好。那我回去了啊。拜拜。好，拜拜，晚安。有礼物，高不耶！哎哎，你们俩啊，给我记住了，我通知你们，命令你们，小雪回来谁也不许问应聘的事儿，全当没这事儿，行吗 ？Why？Why？Why 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 ？Why？ 这还用问 Why 吗？他肯定是应聘不上啊，那你们要是问他，这不是给他往伤口上撒盐吗？哎呦妈，我都快被饿死了，要不我去冰箱里拿点吃的。去，你小没良心的，就知道吃。我告诉你啊，你现在要吃了，以后就甭想跟你姐姐过好日子。从现在开始，咱们就要和小雪有福同享啊。那有难呢？有难，回头再说吧。你说这小没良心的啊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就回头再说了啊，你就不会好好安慰安慰他？妈，您对小雪太没信心了啊，没回来就代表没应聘上啊，没准人家小雪一高兴在外边找不着北了呢，也没准人家一高兴去蛋糕房订蛋糕准备回来庆祝呢。你呀，你就脑子里想的全是自个儿，你就盼着要拿人家当提款机呢。你妈，我们不就是想多要点零花钱吗？还有你就知道拿姐姐当提款机。我回来了。哟，回来了。小姐，没工夫的期望，你看买了吧。我一猜就来了。走，快吃饭吧，等你呢。妈，咱先吃蛋糕吧。蛋糕，闭嘴。这吃饭还堵不住你的嘴啊？吃什么？来，赶紧吃饭啊！哎呀，小姐怎么样啊？什么时候上班啊？说什么呢你？吃饭，小雪。对对对，爸。哎，对了，你要喝点什么吧？我不喝，妈。哦，对，那个给他拿一个饮料。对，我给你拿个饮料。我知道想吃活鱼吧？今天你妈没买着，先凑合着点，明天再吃，好吗？对，今天先吃这几个菜，明天妈给你买活鱼去。你们怎么不问我应聘的事儿啊？那不重要。对，无所谓。别当回事。吃饭。对。小雪，你就记住啊，无论你在外面摔得多狠，撞得多惨，家永远是你的安全岛。是你的避风港。哎，你们俩也记住了啊，在你们的成长过程当中，甭管你们在外面摔多狠，头破血流，回家。
啊。对对对，来吃吧。来来来，您怎么知道我撞得特别惨呀、啊？那还用问吗？那好吧，我今天呢就好好的吃一顿。从下星期开始啊，我就没时间在家吃饭了啊！哎，得天天去吃自助餐啦。嗯，自助餐？哎，带上我。对，我也要去。嗯，怎么？我去公司吃，怎么带上你们俩？啊？我们公司的员工食堂啊，天天供应自助餐。哦，对了，那个蛋糕呢？我给你们买的，分享我成功的喜悦。嗯、啊？你被应聘上了？你要挣大钱了？你以后天天吃自助餐了？啊？哇塞，太棒了！我就说了，哎哎，你别嚷嚷行不行？这个小雪，啊，你被聘用了？聘用了，下星期上班。啊？啊？我说什么来着？啊？我就说嘛，你一准成。我跟你说，我这人看人啊，从来都不走眼，不像爸妈不看好你。哎，我这人不好挑拨啊，真的。是你的，闭嘴吧你。一件最大的事忘了，啊，你一月工资多少？这个还没谈呢。哎呦喂，嗯，这最大的事你怎么能不谈呢？我和小雨都等着呢啊！你第一个月的工资发下来，我们买什么都想好了。对对对，我都想出来了。对，小雪啊，这事儿是真的？真的，就是那个跨国大公司。对啊，总部在瑞士。没错。CEO 是哈佛的，完全正确。嗯，不是，那你在公司干什么呀？不会是什么接接电话、看看门吧？哎呀，爸，您这有点瞧不起人啊！您当小雪是您单位传达室那王大爷呢？真是的，哟，王大爷，不是，你应该是夏大爷，不是夏大妈，夏大妈，别闹！你们别看不起人王大爷，就是就是，看大门接电话也是像工作呢啊！对呀，再说了，小雪怎么可能干那工作呀？哎，你是在哪部门工作啊？这个还没分配呢，哦，我们得接受培训。哟喂，还接受培训呢，一看就是一要害部门。小雨，咱俩就等着沾光享福吧。是金子总会发光的。嗯，哟，金子啊，哎呀，我先来块金子吃吧。啊，不是，别别抢，来来，小雪吃吧啊。对呀，哎，小东海，我觉得这事儿不对。什么不对啊？哦，你打听着了？哎，那公司是不是假的吧？公司倒确实是真的。那老板是假的？老板也确实是哈佛毕业的那 CEO。那他什么是假的呀？我就奇怪哈，你说公司确实这么一跨国公司，哎，条件也确实这么好的工作条件，这么多人去应聘，为什么他就会要小雪了呢？哎哎，你知道吗？嗯，好多人去应聘，就连咱楼小张都去了。哪个小张？女博士啊。哦，哎，我还听说好像他都没被骗上，小雪跟小张学历差哪儿去了？另外，人家小张多有工作经验呢，小雪会什么呀？一高中生，所以我觉得这事儿有点蹊跷啊。那，你应聘的应该是经理吧？可不，要不。我费那劲干嘛？哎，那我们小雪应聘的也是经理？小雪她也应聘去了？对呀，好，都聘上了，都上班了。是吗？啊啊，那她哪个学校啊？她是125中。一百？高中啊？对呀。不会吧？啊，这个部门经理啊，怎么的也是硕士以上，我想他一定是公关。公关经理？那也不可能啊，这公关经理啊也得是硕士以上。哦，
对了，要不他是前台。前台？对，就是接待，接电话。不会吧？他说好像他还没分配岗位呢，说先把他们送出去培训。培训啊？接电话还要培训？刘姐，不可能的，那他是啊，不好意思跟你们说。闹了半天，原来是接电话，还跨国公司，他跨月球公司也不行啊！放着大学不上，接电话。这有什么出息啊？这不浪费青春吗？嚷什么？你再让孩子听见，小点声。我还怕他听不见呢。干嘛呀你？这不上大学接电话，这不是纯属脑子进水了吗？什么？你嚷什么？你小点声！你让孩子听见，孩子多伤自尊呢。没准人孩子想干这个呢。想去干这个？除非脑子真进水了啊！放着大学不上，去看传达室。人家那不叫传达室，人家叫前台，还不如传达室呢。传达室还有一屋子呢，他就一桌子，我非跟他聊了。哎呦！喂，您好，道森公司，请问您找哪位？哦，好的，请稍等。喂，您好，道森公司，请问您找哪位？好的，请稍等。喂，你好，道森公司，请问您找哪位？喂，不好意思，道森公司，请问您找哪位？哦，好的，请稍等。您好，道森公司，请问您找哪位？好的，请稍等，请稍等。人呢？夏雪，夏雪，接电话。这个人呢？喂，道森公司，您好，请问您找哪位？请稍等。夏雪，来了。主管，我是小姐啊，你是怎么搞的？我。上班的时间六号，你看看，电话都响成一片了，你到哪里去了？我如果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情，你负得起责任吗？不像话，真是太不像话了！现在的年轻人啊，真是太不敬业了。主管，我刚才上错了。你还有什么理由啊？没有。那你知道你是错了吧？是。记住哦，不要让我再抓到你第二次。夏总回来了，夏总回来了，来，快走！你看，妈，夏总回来了，夏总回来了，小雪回来了。哟，穿的是什么呀？这是公司发的工作服。嘿，你瞧瞧这衣服啊，这一看就是大公司啊，外企。哎呦，真漂亮，漂亮！你说这衣服式样啊、料子什么都真好。哎，你们那公司的人都穿这个啊？都差不多吧，就经理不太一样。哎，你在你们公司是属于什么级别的呀？啊，我，哎呀，你就别吊我们胃口了，快说吧。我是一助理，就是总经理的决策都要通过我来传达给各部门。妈，明白了吧？啊，哼，基本明白了吧？助理哈。小雨，怎么那么没眼力见啊？赶紧给人家夏助理倒杯水呀！好嘞，偷累的人家。哎，夏助理，我给你削个苹果吃怎么样？不吃。哦，那行，那您这样，您把这个给我批一下吧。什么呀？刘星同学因学习需要，急需购买大容量 MP4 一台，新款10档变速车一部，PSP 手持游戏机一台，和气垫运动鞋一双。你这给我干嘛？给你拍板呀。买吧。真的？嗯。干什么呀？给钱啊。谁给啊？您啊，您不是夏助理吗？就应该您给啊，是不是小雨？对，您顺便也把这个给我批一下吧，给您。
我凭什么呀？哎，那不是您说的吗？对呀，您一进了那家外企，应聘一成功，我们哥俩就脱贫致富了，想要什么想买什么，一句话的事儿。哎，你现在可是领导啊，可不能言而无信。我这个月的工资可还没发呢。没发不要紧啊，您先把我们这两张纸给批了，等工资一发立马兑现。没事的。对对对，我们等两天也无所谓。嗨嗨嗨，你们哥俩干嘛呢？我在后面我都听不下去了。我他挣点钱容易吗？一天说多少话呀？哎呀，是他自己答应我们的。答应的以前答应全都不算数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心疼心疼他，挣点钱不容易，一天得接多少电话呀？妈，您说我在公司干什么？啊，你不是那个，不是当助理吗？啊，我是觉得，你看，你肯定当这助理不容易，肯定受了好多委屈。谁说我委屈了？我一点也不委屈。我的工作岗位纵向看承上启下，横向看连通四海，我很喜欢，很满意，很知足，很有成就感。你们俩把报告给我。给你，我发了工资立马兑现。哇，夏助理真伟大。就会超。